飞轮魔术师啊，最近非常强势的一个搭配啊。像这种版本强势的东西呢，我一开始是不信的。你不能让我玩啊，我就马上玩，我肯定是要先试一下的。那、说不定是想骗我去玩魔术师掉分呢、然后做个视频啊，加上很多剪辑手法啊，那个魔术师880秒啊，各种致命魔术啊，飞轮躲 A 闪啊，结果大家看到一定会骂我。根本没有这样的角色。那么玩了几把下来之后呢，起码我用得很舒服。现在呢，我每一把都在用，用完我还要推荐小黄鸭用。